你们现在叫我是薇薇。为什么要开始做？我要做什么东西？今天呢，我要来做。这个翻书翻翻的小书，第一面，第二面，然后呢，把它翻过来，变成第三面，第三面用同一个方法。翻过来就变第四面，那我们要回去的时候从第三面一样的方法就可以到第二面，第二面一样的方法就可以到第一面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用比较厚的纸，就是图画纸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吧。首先呢，先把图画纸折成像这样子的，东西。都折太腻了，是吗？然后呢？就啥？再来。你倒不是喜欢的，我给你。我是喜欢的都。折对准中间，再折，然后打开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方式哦。打开，接下来要折成直的三等份，不用平等没关系，可是前面的就要平等哦。用剪刀备用的无彩来陪你，无彩有人来陪你了，我要砍除你为五十无彩。那个人觉得好讨厌啊。好，打开这样子吗？对你们来说是右边，不要剪错哦。剪右边，也一样沿着折痕剪掉。然后再折起来。这样折起来吧。然后呢？对，是直接这样打开，然后把它折到旁边去，然后这一个要往后面折。但是它就会拿这个，然后呢，再来把这个折过来，然后再折一次，三秒。会掀开，这时是一段透明胶带，把它粘住。姐姐，你想要看很多。然后看你要不要写，这里是一，翻过去，这里写二，这
这里合起来，再打开，这里写三，这样子，再打开，这里写四，这样就完成了哟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做看哦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希望影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就会出现影片。那么下次见，拜。哎呀！